好多兄弟这一边来的，但是呢，就是没办法，我们演出也得这么弄。不能上来就两个多小时全吃大馍，够好听。嗓子就现在因为连着演，昨天一场，今天一场，稍微的有点对不住大家，就大家多担待吧哈。然后就是，能会唱的就凑着一块唱，好吧？因为这种歌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，不是我们的主歌，是我们凉菜。凉菜最后上。凉菜。没想到一盘萝卜皮大家挺喜欢。好吧，郎局长十八摸。
三弟吧，怕你就真去摸呀。美国的电梯它更魔幻呀，司马大师脖子被吓坏呀。不做信谣传谣的嘴儿啊，那些年真没饿死过人啊，年轻人你别闹得欢儿啊，普通青年不许评论整三天儿啊，文艺青年只能早改杜甫啊，二逼青年只能使劲劝儿啊。要的鬼啊，世世代代都是毒龙的传人啊，司大叔啊，你大爷呀，问一问你大爷吃不吃皮鞋呀，东邪西毒你们修成正果呀，修正药业就会更迭呀。西呀，韩大少大战那方舟机呀，方说韩文一色枪手写呀，韩大少送那 USB 呀，小韩韩真的还不是神呐、啊，方舟子真的就不是人呐、啊。逮谁咬谁就强词夺理啊，他到底是狼还是哈士奇呀、啊、十五摸肚子儿，十六来摸胸啊，青头愣大战那愣头青啊，小日本黑种那钓鱼岛啊，黄岩岛上又惹纷争啊，小日本还是他不安生啊，地震海啸他都不消停啊，菲律宾也跟着来起哄啊，除了雷锋同志谁也不答应啊。十七摸你的机关枪啊，薛仁贵大战那高丽棒啊，朝鲜人穷的他们只会抢啊，绑架勒索他再生爹娘啊，哇，掌声！哎，
来一份蜜饯是要了命的香啊，走这路被烫心是真荒唐啊，因住鞋三年以后会这样想娘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耍流氓啊，啊下呀，雷地嘎嘎大战麦当娜呀，罗玉凤想嫁那方大家呀，罗胖子大春就使劲儿砸呀，新闻主播你不能说实话呀，要不然那谣言从哪杀呀，杨子路他的病还没好吗，山路路他妈真是一条汉子儿啊，郎局长听完是笑开颜啊，胡小娥你真是不一般啊，不过这地球是很危险呐、啊，狼哥，我觉得自己提前要上船呐、啊，超级的月亮刚出山呐、啊，狼局长牺牲在天上人间呐、啊，原来他没把握好前列腺呐、啊，狼局长兢兢业业就上了西天呐、啊。再有演出的话会及时的发布到我们的网站微博上面，感谢大家，好，再见。